坐电梯去几楼啊？负一楼。去负一楼干嘛去啊？买吃的。就知道吃。买玩具。就知道玩。买啥？买年货。就知道买。走啦，开门啦，快走吧，出去啦。我们要推一个小购物车，走。进去进去进去进超市了啊！一人推了一个小车，妹妹推的是黄色的，推的是个绿色的，走吧，走啦！我们要买年货，买好吃的，买好玩的。等等我，我们要买点虾好不好？好大的鱼！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看这鱼蹦的，我的天呀！真好，是不是？都去哪？哪有癞蛤蟆呀？我看看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的天呀，这是牛蛙吗？哇呀，好大呀！你看它的肚子，它的腿儿，看到了没有？我的天，太可怕了！哇，你这里还有好多的小金鱼呢，还有乌龟。哇哇哇！你看，好漂亮的鱼，看到了没有啊？你看这个鱼，它的头上还有一个红色的，看到了没有？红色的皇冠呢，看到了没有？好漂亮呀！你看，哇，好哇，我们也来几条鱼回家养着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妹妹捞了一条红色的，是不是？这还有那个乌龟呢，看到了没有啊？还有黄甲鱼，哇，这鱼好大呀！妈妈，那只青蛙瞪着你，你敢瞪着我？哼，我一会儿把你捞起来。这有一个臭王子，我来捞捞这个青蛙试试。哦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好可怕呀！哎呦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。